今天这个包是兵哥哥寄来做簪子的。两块青玉的材料，还有一块大石头，说帮他切开做簪子和小吊坠，但是目测簪子希望不大，能不能做还得切开看质量，大不管用，切开看看就知道。切好了，开爆开爆。这啥呀这是啊，走啊，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我仿佛听见兵哥哥心碎的声音，无力回天了，别说是簪子吊坠都出不来，原封寄回吧。还是来看我们的老本行做簪子，料子挺好，细度够用，也没什么杂质，要求是做个兰花自由发挥。接下来还是沉浸式雕刻时间，看完喜欢的同学多多支持点赞评论。